3 2 1，我们开始了。OK， 明文你好，你好，小谢你好，你好，李家军你好，你好。最后一次打啊，好像是啊劳动节那天，很久啊，已经不记得。最近 很多年都没有正日母亲节回去庆祝啦，以前是可能就会出去吃一餐饭那样子，也没有特地送礼物啦，当然现在赚钱了就就是打一点红包钱给妈妈那样子当做母亲节礼物，跟姐姐一起买花送给妈妈。小时候时常讲就是用做卡片啊写信啊这样子这样子讲，长大过后讲不出口没有说不出口，就是可能以前的时候有放一个 sticker 这样子进来。母亲节要到了，然后公司讲拍一个 video 打电话给你，然后就打给你哟。你懂这礼拜天是什么节日吗？母亲节。母亲节你就记得，我的生日你就不记得。跟你讲就是谢谢你这些年一个人辛苦带我跟弟弟，然后现在我们都会赚钱了，然后也工作也赚得不错，然后就希望你平常现在可以多舍得花钱在自己身上啊，然后一个人在那边要好好照顾自己。会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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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都很充实充实我们的时间很生活。放心啦，你们长大了乖乖做工，然后存钱买自己要的东西其实就好了。要不最重要不健康。OK 啦，就这样啦。什么礼物再看再看。OK 啦 OK 啦，那咪娃一女母亲节快乐。 OK OK 谢谢谢谢。 我也爱你啦。我说你我不爱你而已，我每周几次都爱你。 OK 可以。 好，拜拜，故意注意自己健康啊。 我要跟你讲母亲节快乐。你要请我吃饭？我会请你吃，我会带你去吃大餐，没问题。我想吃烤肉。可以，没问题。这个礼拜我们今天就去。母亲节快乐。其实我有一些话想跟你讲，就是爸爸走了过后呢，我是作为儿子，我觉得我真的是没有用啊，就是什么都做不好了。然后也没有给到你。你还年轻，你没妈咪老了。你已经是很老了，50多岁了。那么多干嘛？那妈咪不可以动了，你才来动啊？这不，那这样就不可以。我还是一定要帮你分担的嘛，对不对？行。啊。记得买好吃给我吃就可以了。可以，没问题，我这个我每天都会买。好，就这样啦，拜拜。好，行，拜拜。拜拜。我要跟你讲一个重点。母亲节快乐，提早跟你讲。你有什么想要的吗？你要蛋糕吗？不用啦，因为哎呀，你知道爸爸一个人，等着你们买那个蛋糕来，妈妈也是吃不完。买一
买一天的哦，像上次的样子。哎呀，要吗？买一个咖啡。妈妈，妈妈，不要啦。妈妈，妈妈。好吧。妈妈，妈妈。我再跟你讲一个东西。啊？我再跟你讲一个东西。后面就会慢慢发现到自己走的比父母还要快，到那时候我就发现我妈妈已经是慢慢开始在变老了。咪母亲节快乐。妈，母亲节快乐。妈咪，母亲节快乐，我爱你。